这个叫禅定。啊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！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弟子有一个孙子，今年就读二年级。啊，他总是不喜欢写字，每一次把学校的作业收起来，不准时交课。啊，他是对写字很讨厌。请问师父有何办法能使他改过，同时也能培养他写字有兴趣？阿弥陀佛。学校里面学习的方法呢，不断的现在随着科技在改进啊，那么中国科技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，所以还有写字。现在在外国，像我过去在美国，美国的学生不写字啊，幼稚园都不写字，完全用电脑啊，所以他们学校从幼稚园就学电脑，小学一年级以上的这个学生作业全部是电脑打字打出来的啊，他们已经不用手写了啊，所以你的孙子让他学电脑啊，他可以不要写啊，这是个好方法啊，叫他学电脑去。